再没有，哎、欸，可是可以再叫抽一次，对，再抽一次，叫了叫了叫了，叫了你还是再抽一次，好多好多好多鸡，冷静冷静，最后再玩，不然都不可能啊！哇哦，不可能，关掉，关掉，哎呀，我身上好多，你知道被剧透了，被剧透了，大家大家，我还可以再叫，不行。把鸡不要再叫了，把鸡打掉，把鸡打掉，把空投打掉，打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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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鸡不能打，不行，打不到打不到，哎，没偷看，没偷看，太可能，没了，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我们梦醒了，梦醒了，我们没有梦到，然后他除了这个空投以外，他还有说会有一个是随机轰炸区。大逃杀，我也不晓得他会是轰炸哪一个区，会是怎样的执行，因为也看不出来。大逃杀，对，所以就反正玩了就知道，玩了就知道。好，你决定求生玩太多。PUBG M 二四有没有 M 二四可以用？我 M 四一六啦，我 M 四一六 ，M 四一六比较好。有没有可以开？可不可以外挂？有没有外挂可以用？没有，没有。机场外挂，手电厂的外挂，外挂，机场外挂，机场外挂，机场外挂，请恭喜 QQ 群二三四五六。很熟，很熟，很熟。基本的四十分钟的，还是要加上背叛者。都行，可以背叛者哦。不要啦，基本吧。哦，我天哪！那就两个人就好了嘛。好刺激呀！那我要从头到尾都说我是背叛者喽。最近你是不是开挂啊？哎呦，没有啦，我手没有可以伸挂。长手长脚挂哦，长手长脚，但是原地都不动。几十分钟启动，长手长脚还是碰不到。好，二十分钟后才开始作战哦。好，还没有没有头颅哦。好，好啊，这个没有开哦。你要开哦，可以啊。你要开直接吃的还是要？我是说同队伤害啦，同队伤害。不要同队伤害，不行啊，同队伤害到时候又打成一团了。一定打完了，就变快速场了。慢慢玩，慢慢玩，那个都没有啊。好，好，那就来随机分队，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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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红色的，哦，我的绿色，如果等下又一个背叛者分出去，真的会很可怜，对吧？再次强调，他背叛者不是看人数多少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如果再分就很可怜呢。只有两个啊，只有两个，嗯，分开，混。滚！那我们只能死到剩一个， <Yeah. S 1> 那个人就是背叛者，我们就那个人就有三个队友了。哇，坏！这是最棒的打算。笑死！哎、欸，酱油，你有没有打魔物啊？有啊。你每次有几天了？29号到现在4天了、欸，哎。那今天就要来打魔物。啊，最近比较忙吧？哼，你是不是最近比较忙啊？最近。谈恋爱的，哎呀、哦，都是洋洋的人，结果你是都跑去洋洋那边、啊，对啊，我还在那边用瑶的电脑开台耶，然后用瑶的账号玩 Happy Soul， Happy Soul 是什么 ？Happy Soul 吗？对啊 ，Happy Soul 啊 ，Happy Soul，Happy Soul，Happy Soul 啦，空投，我也要空投了，我也要空投了，小鸡，空投，看起来比较红哦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！哇，都是定力，狼的生怪蛋，随机事件，有没有骨头吗？我跟你一样，有骨头，有骨头，来来来，精力、甘蔗，就给你铁力。哎，那这个给你叫，好，给你生，然后又有肌肉，给你生小孩。好，骨头还有几个？我有，我也太废了吧？六个，好，有肌肉给你，六个。那这里再一只，好。给我生，好好，哎，生小孩，哎，那肌肉给你，肌肉给你，好，来相亲相爱啊，阿邦塞啊，哎，我马上跳成就了，哎，本机怎么血量那么多？他吃到什么东西啊？还是显示 bug 啊？我已经快分不清了，真的不知道了，
魔族玩太多了。他这个血应该是最终 boss 了吧？对啊，已经变 boss 了。附魔金苹果的血量你，嗯，还是要拿到一颗附魔金苹果。那他也太早吃了，也不太可能啊。嗯，不太可能这个时候吃，太浪费了。红色有绿色的东西就不缺食哦。啊？开到西瓜是吗？西瓜哦，应该是开到西瓜。哎、欸，我盾牌了。好。嗯。那个酱油应该有盾牌了吧？可以做一个盾牌。我喝一下。特殊事件，可是还没有感受到特殊事件呢、啊。啊，白痴，我怎么做斧头？哎、欸，酱油你后边，你后边，你后边。哇、哦！他看我，他看我了，他看我了，打他吧。我合到一半。随机轰炸区300，负300，我们是吗？我们哎哎、欸欸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，是200。对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团团，哎、哦欸，又有空投了，叫，给你做那个。好，感谢。来，空投了，空投了。怎么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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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空投，叫空投，等一下又有那个了，江苏。咬他，狗狗！哦，有，怎么又一样啊？我也一样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狗啊？你要不要狼啊？你要不要狼啊？我看一下我的啊，又是一堆骨头！哦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啊，给你，来来，我再叫一个，我又可以多叫一个。那给你，那给你。哎，狗狗，狗狗，狗狗！哎、欸，它怎么那么凶啊？哪一只？它脸突然好凶对我，这只啊，它看到羊啊。哦，又看到羊啊！好啦好啦，不要气，不要气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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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长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会。回了，等一下我先看空投。哦，怎么都打到一样的？来吧，给你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来来来来，吃吃吃！好、哦，又看到羊了，还有看到羊了。好生气耶！超气！快点，快咬完好不好？等你咬完。好了好了。来肉给你。好。生小孩，生小孩。哇，生好生满呢。这里啊，吃掉了。你这样，哎、欸，不好啦！那个团团是那个什么呀？啊，哪一个？完蛋了！不会啊，不会啦，我不会啦，没关系啦，可以，无所谓的啦。他的300负300应该是 X 在300，Z 是负300吧？刚刚那个标示感觉是这样。看一下啊、哦，哇，骨头还剩好，哎呦，空投好快，好快，感觉都不用做什么东西，就只空投就好了。可是有一些铁锭那些感觉还是要稍微下去一下。有啊，我已经有铁镐了。对啊，但是还没有。你有很多狗狗。对，我有一堆狗。啊？怎么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有好多骨头、哦。你是不是有骨头跟甘蔗了啊？我有骨头跟甘蔗啦，对啊，哈，我开到骨头甘蔗都有了，都有了。我开到骨头跟肥料箱，然后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，都不能用哎、欸，可恶！我刚拿到是经验品组合包，我拿到经验品，还有铁锭跟鱼竿，还有这。他、啊、叫你钓鱼啊？好吧，那我来钓鱼了。钓鱼喽！估计这个木稿是团团的，对，那是我的，我乱丢的。某人获得力量三效果，好爽哦！不是我，哦、其实我们可以附魔嘞，我有皮革，又有一堆甘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有力量二？哦，那就是你得到啦，力量效果三分钟，哇，等级一，好屌、哦，好爽哦！刚好在你的身上，嘿咻，哎、欸，是哭公射我吗？怎么有箭矢？神秘。我要来钓鱼了。钓鱼喽！我应该不会再割到苦力炮了吧？没有啦，这不会了啦。这个有苦力炮才神秘。嘿咻，嘿咻。
又有空投了。他空投的数量会不会就这几种、啊？不过在地底空投会怎样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啊，在可能在地表。哦哦，你说有可能在那一格的地方，然后在地表。对，真的哎、哦，要在地表，都一样。我的骨头已经要一组，快一组了。哎呦喂，饿不饿啊？哎，可以再生嘞。哦，生一下，生一下。你是要生几只啦？我要生两组棒球队，然后让他们互打。因为我不一定挖得到铁啊，所以先做个石膏啊。你在想什么？是说我不会玩吗？怎么了？对啊，说为什么做了石膏之后，做了铁膏又做石膏？哦，然后就说不一定挖到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其实我也会、欸，当铁的资源不够多的时候，我都会习惯这样。对啊，都会习惯就是一样先用石膏挖。哦，我也是。就是省能省、啊、对能哎、欸、你怎么受伤了、啊？怎么受伤了、啊？苦工哦、啊， oh, 真的是能省则省。对啊，我的挖掘加速好爽，好爽好爽，可是有点高啊。你挖掘加速哦。大家都有啊，大家都有。哎、欸，那个海洋的柱不是给我什么的、啊？宝物啊，宝物。哦、啊，不是你总是射我，不是我射你。看一下，你、嗯、哦，可是这么多狗跟在旁边也是很麻烦、欸。还是它一直卡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卡我。哎、欸，我也想生小狗。想生。再来给我一只狗啊！不要急啊！又有空投，等下再一起丢好了。哪来那么多空投啊？他就是感觉是三分钟就给一个啊，多。哎呦！哦。嗯。大家一看到可以丢空投，马上丢，立马丢下去。做个衣服好了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有了，我有小孩了。你也开始要生了，是不是？你有小孩了哦、喔。大头狗好可爱哦、喔。你也开始了。我也开始了，我们要成为狗狗战队。哦，感觉其他人也是。也在生。应该一堆。丢。小鸡下来。哎、欸，等下，我感觉等下是狗狗的对决，你知道吗？就太多只狗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多只了。像我的狗好不受控哦，它到底要去哪？哦，白痴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中毒了？你是被哦中毒了？嗯，你又一样啊！天哪、啊，我都一样哎、欸！哇，各位，哇我要走了，啊、还丢我伤害药水，去死啊！哦，如果等一下我们这一队再出叛徒，我这只剩一人一队啦！我就剩一个人了。我以为我行的。啊不！背叛小队启动，背叛者出来了哦！背叛者出来了，真的？啊，你怎么还在地表啊？对啊，你在地表很危险哎、欸！我要下去了。对啊，你该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擦一下火把，这里好暗。哎、欸，我这样空投东西在哪？会在上面，这个就没用了。就在你头上的某个，比如你头上20格高或10格高的地方叫。对。那我在这里空投好了。哈，你要先空投？他是想赌啊。我怕我等下没机会空投了。他是想赌。赌。等一下，狗狗不要挤，很挤哦。狗狗哦，你这边一路挖下去很安全哦，都没有动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插个火把，
啊！哦哟，看其他。哎、欸，你看我再下去，你的狗也会很挤呀、啊。这边是挤到爆炸。阿基扔了一大堆西瓜。好、哦，他应该是抽到了吧？不是，对他们箱子包为什么一大堆西瓜？啊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啊？我都没拿到西瓜、欸，真的，好神秘哦。杰瑞有附魔钓竿，还、啊、那个抽到的香酱油也有啊、哦，我也有啊。哦，是附魔的、欸，对啊，他有铁针这样子，他有铁针哦。有哪队有狗？哎呀，每队都有狗，没错，应该每队都有，因为那个抽的几率其实蛮高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不用在地底了，他们都在地表。他们在地表干嘛？钓鱼、开箱。好、啊。他们觉得这样子比较好。欸、每个都这样子哎、欸，就只有我们这一队这么蠢。还是我没上去啊？也是可以啦，也是可以啦。嗯，因为我原本想说看能不能挖多一点铁之类的，因为没铁。嗯，那我烧个食物好了。谁家大头狗啊？太可爱了吧！我以为你要说谁家大头狗啊？定得定死了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是啊。好，那我也要丢空投。我合法武器。狗狗上吧，狗狗，咬它！耶耶，空投下来了！哇，再叫一次，不错哦！哇，又可以再叫一次了！哎、欸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！啊，我后面，我有铁剑的凶巴巴！来，狗狗上！空投喽！哇！哦，蜘蛛在爬墙，没事没事。我想说，怎么会有夜魅飞那么慢？嗯，在爬边界。哎，你们可以升了吧？升！哎、欸，我看到西瓜片，好，两个都西瓜片。开到了，开到了。你吃吃看会怎样、啊？等一下、哦，我要先。想要爆炸。有了，升！我吃吃看。没有差、啊，它是一般的西瓜片而已，它只是一般的西瓜片。刚刚说什么吃绿色、红色会怎么样？那个也，那个好像就没什么。为什么？Coco， 你是、哦、狗狗你的钓竿是什么附魔啊？海洋山啊。啊。大家都是海洋山。他只有给海洋山。对。他没有给别的。啊！丢。哎、欸，狗是要等它 长大才能收服哦。什么收服？收服？你小狗也不会吃那个啊，就是、吃骨头啊。对啊。嗯。哇，又可以再来一抽了，真爽！来来来来来，抽的几率好高哦，怎么又是这个呀、啊？除了这抽得到别的吗？它好像就这几种在轮吧。感觉。哦，整装待放啊！骨头真的是太多了 ，too much。你们可以不要乱跑吗？哇哇哇！你后面有大军，在后面。哦，江苏大军团团，狗狗大军上啊！狗狗，狗狗上啊！这个狗狗是想害我啊！狗狗跟僵尸的对决。对，哎呦。哎、欸，附魔弓跟什么东西会那个呀、啊？会增加耐久度啊？跟一般弓吗？你只要有耐久就可以啊，附魔上有耐久就可以啊。啊嗯。剑士，我身上满了哦，剑士吸不起来，还是没吸到？对，我身上满了。我丢什么啊？骨头丢掉骨头啊？骨头太多了，不需要骨头，不需要骨头。剑士，一手。习惯刚刚钓鱼太快了，现在这个钓鱼真是有够慢的。你已经被养被宠坏了，容易被宠坏了，被宠坏了。哎、欸，对吼，狗狗还可以喂吗、嗯？不行，十分钟一直在叫、喔，给你啊。又可以空投了。
空投。一直听到狗狗哀嚎，很难过哎，到底是哪一只？这只吗？哦，哎、欸，蜘蛛，你坏人！再次呼叫，咻！你有线哎、欸，哇，线只有两个，没有三个。小雨也受伤了，嗯，还被狗咬了，哎，不是被狗咬。被蜘蛛，哎呀，被蜘蛛啦！被狗咬，哎，他又被咬了。不是，苦力怕爆炸。哦，哇，他只有损这些星。谁冰霜行者、啊？然后这边胡结冰、欸，哎，哦，又僵尸了。没有，在看小雨这边。嗯。想再往下挖、欸欸。我跟团距离，团团在那个洞哦。对，我在洞里，我在洞里。嗯。苦力怕又来了。我想挖铁而已。狗狗，狗狗要死光喽！哇，小雨这边死了一只狗了，是因为苦力怕的关系吗？对啊。哦。呜！影月是很缺骨粉那些吗？他在用肥料桶哎、欸。哦，这个我要先堵起来，好危险。嗯。影月在用肥料桶干嘛？我不知道。肥料桶可以干嘛？肥料桶粉啊，就是可以，对啊，可是也不知道干嘛。我们骨头那么多，也不需要吧？你有要去废矿吗？有点。我们这边可以弄到废矿吗？对，有一点点距离，大概挖个两分钟吧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你直直往下 走。哇，可是下面很危险、欸。是你缺铁？等一下你缺铁吗？我是缺铁，我是缺铁。啊、你往回走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往右边挖。哎，右边，对，这里嘛。这是峡谷。这里。对。缺铁哦，直直挖就好了嘛。对，好到了。哦，然后你左边有一个你看得到，然后右边你墙壁就有，嗯、后面。啊、哦、好，好好好，我先挖这边的。啊，你屁，哎呦。哎，如果想要就是聚集很多一次空投，那真的蛮爽的耶。对啊，真的。啊、哦、哇，这边铁真的多啊。对啊，真的多，真的多。挖一挖，一直叫。好，再挖一挖。没有附魔啊，对啊，没有附魔。看一下，我身上铁14个，感觉还是不够。酷狗，有，我有狗狗，狗狗上啊！挖铁，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人往下挖吗？对啊，通通都在抽奖。哇塞，每个人都玩上瘾啊！哦，就拼那个啊，掉起来的附魔术啊。哦，我要把煤炭丢掉。对啊，煤炭那么多干嘛？你要不要来掉一下，很可爱。没关系啊，因为其实他们这边没有人有全套铁装嘛，所以基本上现在有全套。有铁装的就我而已啦。对，把一些东西丢掉了。他们都是靠铁力撑上来。靠铁力其实很慢啊，太慢了。啊，羊毛丢掉，还有什么可以丢？石头丢掉。背叛者。